你一定要知道你要打的东西哦。啊，当做虎爷就好了。没错，我知道，我想的。我只有当把子功能。后面都有点累。后面打到了。是这概念哦，你一定要懂这个概念，一定要知道他在打，好了没？好。对。好，是有。好，概念懂了就 OK 了哦。对啊。越来越准了。那个手太快。好。好。没知道偏了哦。对。 不要摸到枪，等你往前。对，好了没？好。不要停，你知道就要。现在又想说看有没有子弹。不会了，不会，一样哈，轻轻看出去，不会了，放轻松，把出来枪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就枪管去指，你要打的目标再开，指到再开，好了没？来。 好球！好球！帅啊！最后一发，头往前，两发哦。好了没？好。不要停，好了没？好，照右打。这是手力量过大，拔推高的，要用腰，你手手臂力量会把枪管往上推，所以我们要用腰放，好不好？大家记住啊，不会来。